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影子。今天的哈利波特影片中呢，我要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的万圣节糖果娱乐赛要怎么玩。那这个战斗方式呢是采用二打二，所以如果你可以跟你的好友一起玩的话呢是最好，你们两个可以互相语音搭配。那在这个活动中呢，跟之前的巧克力蛙一样，它时不时会掉出一些好的糖果或坏的糖果给你，然后中间呢有时候会出现皮皮鬼，可以抢皮皮鬼之后呢，皮皮鬼就会去对面干扰敌方，而且皮皮鬼超强，所以这个模式下呢，你能不能抢到糖果跟能不能抢到皮皮鬼是占有非常大的优势。所以呢，这边我介绍一下我这边的牌组。那注意，你两个玩家里面只要有一个玩家带扫把就可以了。所以我跟我朋友玩的时候，我自己是有带扫把。那扫把主要的用处呢，就是飞到敌方的区域去抢敌方的糖果。很多人不知道扫把可以抢敌方的糖果，所以如果你能抢到敌方糖果，对敌方的影响会非常的大，因为敌方就没有那个糖果的 buff， 然后你这边还多了，就变成双重糖果 buff， 所以会差很多。然后再来我这边其他的卡片呢，主要都是带一些可以让敌方一直移动、消耗敌方步数的卡片。那我自己回想是带多比，因为抢糖果啊，然后还有抢中间的皮皮鬼呢，用多比瞬移过去抢是非常快速的，所以多比也是非常重要。然后大家这边可以看到我带的天际咒啊，还有这个猪啊，冲撞的猪啊，这些都是可以消耗敌方的行动步数，因为一般人在他头上放一个天际咒，他就必须移动走，那大概会消耗2到3个移动的步数。然后这个猪也是，你只要一放，通常敌方就会走开，所以这些消耗敌方的步数，让敌方最后没有办法行动去抢糖果的话呢，这也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。那其他卡片的话呢，就是看你个人喜欢带什么就带什么。我这边多带了一个金探子，主要就是增加自己的步数，这样我自己抢糖果会来得比较顺利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实战的部分啊。实战的部分，我昨天跟我朋友一起玩的影片，我会剪接到这个影片当中，然后我会另外上一些文字做一些补充，因为我玩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地方没有讲到。好可怕，136。鬼啊，他还没轰中哎，我太好笑了。他两个可以预判我，然后我们都没笑，我们都不动。哎、欸，刚好打中。不要这样啊！喂喂喂喂喂！哦，凯文就叫没了。冰柱，然后再抢你们的。他不是应该傻眼了吗？哦不！哦！秒绿！好痛！痛哦呦，想把你拉到那边呢。对啊，好可怕，好凶。还要扫把？没糖果要抢什么？过来。哎呀！想干嘛？我刚按错键，还想抢他们糖果，按到犀牛。哇，这是死了！哎，皮皮鬼，皮皮鬼，我的！哇，这么凶哦！皮皮鬼，我的！
我死了、啊，你的直接瞬移过去抢妈的嘞！这是个墙皮皮鬼压缩站。对啊。哇，好凶！哇！他不该买的，现在。一会专心打游戏。哇塞，掉的位置都太近了，过去吧你，中了哈！哦，你弄了什么？到那个红红布。哦，我靠，直接把我扛掉了。我开的、啊。我的画家被糖果弄死。哇！凶哦！死死！先站中间。Golden Snitch， 把你弄后退。喂，喂，我靠！哇塞，好凶哦！哇！没抢啊！皮皮鬼，这是敌人的，不知道。我们的，哎，我们的，我们的，我们的，吓死我！那个人定输赢的嘞。哇、哦，好痛！我飞，我抢，皮皮鬼。你抢糖果太重要了啦，都是糖果争夺战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拿过来补血。快补血！哦，皮皮鬼被他们抢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靠！Incendio. Expulsor. Incarcerate.哇，谁的？他们的。啊、欸。我们的。啊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赢了。我、哦、时间到了。Golden Snitch. A pug no.Is that a colorful entrance? Oh, cow. I hope so. Expose no lateral mention of venom. Tebow's assault. Time turner. A body cadaver. Keep going. You've got this. Mention of venom. I'm going to get it.Must be a trap. Golden Snitch.
好像想到南瓜头没有用。波比好会，哦是，我们来个蜘蛛。哦，我被干扰。我没有看到汤口。我不能动啊，好久。放大屏幕喂。哇哇！两个一只，然后一起。哇塞，好凶！皮皮鬼，我先抢先，再说。跑那么快！皮皮鬼太重要了。你看，多比抢糖果的。那是野餐。啊？哦，我挂了。结束了。跟刚刚那个差不多。一张传说。好烂哦，白色的，纯白色的。